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沙拉德。咱今天吼是11月14日，我伫个顶几影片吼，伫个迄个十月初我来过一届南回艺术节，啊，其中有两个作品吼，当初也未用好势，啊，我今仔特工走一撮来吼，翕我做位看。啊，一个月后的今仔日吼，哇，你看这个顶界咱看无到的迄个哪里何时飘过来一点好啊吼。伫个2021年的这个八月时阵，伫个日本这个海底火山爆发，还有一挂伊个火山的浮石，啊，乘着洋流和季风漂流。几个月后呢，以太马里这边也飘来了2000平方公尺的浮石。所以说，这个作品的一个发想，就是源自于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哈。那这些漂浮物在不同的时间地点，随着洋流跟季风，然后相遇交织在此。这个作品吼，伊是伫个你咧赛车的当中，伊是看袂使着，伊也就行条细条路，伊伫个一个树丛的后面，一个美丽的沙滩上。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吼，还有要来看的朋友，会记得伫个往台东的路上啊，在这个太麻里这边的一个小小的路口进来，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很棒的作品，叫做哪里何时飘过来。二，咱即马刷落来第二个吼，要看的就是顶界咱来看这个南回艺术季，遐个做好势，用这个黄色的这个迄、那个一种施工中的迄个条子给扎起来吼，啊，即马已经完全好势啊。咱来看吼，今仔虽然是讲拜一啦，个人嘛是袂少，咱做大家来看卖吼。我即摆倒来车顶啊吼，因为外口吼咧讲话风真透吼，交风切身上大。那到看这个是夏日转场这个作品吼，啊因为吼，伫个一个话位前，我来的时阵，伊拢个围起来袂大好势，啊今仔日拢好啊啦吼，因为伊是拜到来有经过遮吼，人有够济啦，啊所以想要要等伊台南的时阵，还要补起无大家看吼。其实这桥做到真特别，好你看，哦有较远一点嘛吼，这桥搭伫个迄个山顶管，还尖啊尖嘛吼，啊延伸出去，徛伫个迄个桥顶。诶，宽度甲角度来看，还好个特别无同。尤其了咧，带囡仔咧行上来细里哦，因为顶关站的时阵吼，到迄个上头高的所在，伊无炸起来，等下囡仔咧撞啊，无说你摔落，所以要注意吼。啊，靠咧行上，其实桥会陷咧，桥会陷，尤其在海边吼，风格足透。啊，我咧烦恼讲有较侪人咧行，个桥到发多，咁支撑会掉。啊，拄啊行出来时，我发现讲，哦，伊桥边有搭一张这个警告标语啦吼，就是你也看一下。我记得夏日转场呢。伊本作品诶，承重诶人数是10人，10人哦，伊不管多少颗糖哦，伊就十个人哦，啊，所以要注意。当然，你也看人较侪，所以就先把板架起立诶啦，吼，那是较安全。好，我今仔陪这两个所在哈，一个是这个即马看一个夏日转场，啊，一个是迄、那个哪里何时飘过来，这两个哈，就是阮顶届顶个月来翕南回艺术季诶时阵，无翕到诶两个，今仔播翕我大家看。好，我们接影片。到这边要先告一个段落，那先跟大家说声拜拜。那说完拜拜之后呢，我们在影片的最后，我们有放这3天来台东的一些行程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哈。好，先跟大家说声拜拜，我是沙拉阿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